欢迎光临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吗？你好，有婴儿套装吗？好，跟我来这边。啊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 还以为你以后都不会理我了呢。怎么会呢？不能够。你现在还好吧？还好吧，就是感觉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，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就要当人家妈了。你跟别的孕妇不一样，你看，别人怀孕的孕妇吧。 他总是对外界充满着警惕和防备，就生怕谁伤到自己肚子里的孩子。可你就不一样，就正好跟别人反着来。说的你好像很懂的样子，倒是你，哎，手里的婴儿套装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事。哦，该不会是和别的女孩？是给汤家思买。 他现在在医院疗养，成天胡言乱语，还说自己怀上了潘景浩的孩子，这不非吵吵着让我买婴儿床吗？小姐，你还恨赵焕英呢？ 等一下，喂，什么？你等我啊，我马上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家里出了点事，我得先走了，回头再聊啊。哎，小雪，师傅，麻烦您开快点吧，我赶时间，我妈生病了。 喂，宋董，我们中午见个面吧。改天吧，宋董，我家里有点急事，我妈生病了，我得回去看她。不行，你妈不是一直在生病吗？没事儿，我不会耽误你多长时间的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吗？出了面谈吧，我喜欢看着你眼睛说话。可是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过来，要不然。 我约在你家谈，我现在就开车过去。别去我家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赶过去。有什么事儿你赶紧说吧，我赶时间。哼，潘有天。 是不是发现我偷他的图纸了？怎么了？犹豫了？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？宋董，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妈病了，现在没有心情在这儿听你质问。你要不相信我，你就去重新找个人。我不是你什么人，随叫随到，我受够了，我不干了。<笑>肚子大了，脾气也大了。 发火可不好啊，宋董，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。现在潘有天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真的应该查查看，你设计公司里面是不是有潘有天的人？有过这么一次，你再让我搞什么资料，我就无能为力了。哎，等等，你没有被潘有天抓住把柄吧？ 我问你，潘有天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？
这个我不清楚。这样吧，设计公司的事啊，我一定会去查。你回去继续帮我盯着潘有天。没有什么事，我最近是不会联系你的。你好好表现一下，尽快得到潘家的信任。 怎么在外面？我妈呢？小琪，我刚才给你打电话，必须阿姨听见了，她把我赶出来了。我怎么叫她也不开门，她现在听到你的名字都会发火。你这次伤的肖阿姨真的很深，我觉得她是想以命换你回头。那我妈现在身体怎么样？一直在咳，药也不好好吃，让她看医生她也不看。 你妈真的太固执了，不行，我得去试试。小琪，你去也没用，她不会给你开门的。肖阿姨跟我说，她当着你的面发过誓，你如果再骗她的话，她就让你看到她的尸体。你真得想办法了，或许你跟她彻底坦白，尚有救肖阿姨的一线生机。 我豁出去了，还有一个月，我生完这孩子，我一定常规在我妈面前告诉她一切真相。我不管我的对手有多毒，让她放马过来吧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在这一个月里帮我好好照顾我妈，图玉，我跪下来求你了。小琪，图玉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跟你说过，你妈就是我妈。快起来。 放心把肖阿姨交给我吧，好好生你的孩子去。你好，汤家四太现在正在会客。是我先生吗？不是汤先生。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？除了我和我先生之外，我女儿谁也不能见的。可是汤先生说了，这个男人他可以见啊。 男人，嗯，你看这件衣服，嗯，小孩穿这个特别好看，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谁让你来的？你给我出去，有话跟你说。别，没事，Jess。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我女儿怎么样，我也不会让她和你这种人在一起的。你给我记住，你这只癞蛤蟆别想吃我们天鹅肉。赵阿姨，您可真幽默。您说的是您自己吧？夏思，她和您不一样。哼，这女儿是我生的，我还不了解她，还敢顶撞我呀你！ 吓死我了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景浩，我最近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，我感觉我自己特别不好。哎呀，傻丫头，别胡思乱想了，怎么会不好呢？景浩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，你会不会离开我？我不想再发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跟我爸说了。
我选择的，我必须善待，无论他好与不好。更何况我老婆这么完美，小姐，别胡思乱想。你现在就是产前综合症，没事的。要是真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老公愿意跟你一块分担。 别想那么多了，这也太浪费了吧！一看你就是不会过日子的人，以后我和宝宝还要跟你一块过日子呢，你可要学会精打细算一点哦。你就放心吧，以我现在的薪水啊，养你们娘俩绝对没有问题。再说了，像这种吃法，以后一年最多也就一次。 一年才一次啊，看来我还得改嫁喽。跟着你啊，太苦了。你们也太恩爱了吧，小琪，好久都没有见了，你是不是把我这个好朋友都忘了？怎么会呢？相逢不如偶遇，要不一块坐下来吃点东西吧。 景浩，别乱照顾人，人家还有事情要忙呢。啊，我刚好约的朋友还没到，看来今天有口福了，我要吃白食了。潘大帅哥，你用的什么办法把我们家萧琪迷得连他的多年好朋友都不要了？我不管，你要向我道歉。 不好意思啊，怎么了？还在生我的气？怎么会呢？我只是不想提起以前的事情罢了。那就是还在生我的气了。我知道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不用了，我又没怪你。怎么，真打算要坐贤妻良母了？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聊什么？萧琪刚才在跟我说，你们每天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对不对，萧琪？想幸福还不容易啊？赶紧嫁人吧！好男人都被萧琪抢走了，我们哪还有人嫁呀？要不，你把我一起娶了吧？ 小琪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刚才说错话了？没事，我就是不太舒服。一定是我说错话了，刚才你还好好的呢。没事。哎，景浩，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你陪我去医院做产检吧，我想去看看我们的小宝宝。好啊！哎呀！ 我早就想见我儿子了。谁告诉你是儿子了？我听人家说，可能是个闺女呢。女儿也好啊，女儿肯定像你。我就想啊，只要你生的，我肯定都喜欢。我们要生四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。傻样，跟你一样漂亮。 在这里，他的头在动。那这是他的头。小琪，你快看，小朋友动了。医生，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？1个月以后啊。啊，这么快？小琪，你要当妈妈了。
吃药，要不然病怎么能好啊？姐，肖阿姨病倒了，我们现在在救护车上往医院赶，怎么办呢？你说什么？我今天中午给肖阿姨打了个电话，发现她咳得特别厉害，我下午就去了你们家，就发现她已经晕倒了。小琪，你赶快过来吧。没事，涂云，你先冷静下来，我现在立马去医院，你等我啊。嗯。你好，哦，我是机主的婆婆，请问我什么要生了？好好好好，我马上到医院去，马上来。哎呦，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环节，
开什么会呀？赶紧到医院去，小琪快生了。什么？小琪要生了？哎，预产期不是还有十天吗？生都快生了，还预产什么期呀？赶紧着，你爷俩赶紧到医院去啊！爸，小琪要生了。生了就生了，你看看你，我说过多少遍，开会不许接电话。我说老潘，你别老绷着个脸，你快要做爷爷了，快去吧。什么？要生了？现在？那你还待着干什么？咱们快走啊！肖阿姨，你坚持住啊！就不是太好了，可能是之前受了什么强烈的刺激。不过放心，我们会努力的。哎，医生。哦，怎么了？我是想说，如果到了关键时刻，就是说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。您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，首先保住孩子，然后再说大人。爸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？这话怎么还这么自私啊？万一小琪为了我们潘家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你让我们后半生怎么安心呢？我不就是说说吗？你看看你那个样子，我心里也难过呀。放心吧，没你们说的那么严重。小琪，你要平平安安的。肖爱萍的家属吗？医生，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病人恐怕是不行了，好像有话要跟你说，你快进去吧。求求你们救救他吧！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你赶快进去吧，待会儿就来不及了，快进去吧，快进去吧。Thank you.
看见小生，他在拉他的小提琴，真好听。佳丽啊，你从小到大呀，妈管你管得太严了，妈是怕呀。受伤害，妈就你这一个女儿，妈看不得你受委屈。你每次呀难过的时候，偷偷哭的时候呀，妈这心里呀不是很滋味。妈想了，人这一辈子最亲的就是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，如果将来孩子生下来，一定要好好抚养他。遗憾的是，妈呀，再没有机会抱抱他。是一双眼睛了，就算是妈把命都搭进去，妈也愿意啊。妈妈对不起你了，小丽啊！别人怎么样妈不管，但是我们不能作恶。赵焕英欠你的，萧琪会通通给你讨回来的。萧琪他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，他心里还有我们这些人吗？妈把情扔了，不是想让你断了对小春的念想，那是想让你断了复仇的心啊！如果妈早点放下的话，你弟弟是就不会出事儿。妈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错了，妈。妈真的心力交瘁了，妈能撑到现在，那是因为妈妈觉得你会幸福。你说你都老大不小的了，得赶紧找一个。我是他妈妈，你是？我是萧琪的老公，安景浩。我不想见到他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了。生了个女儿，医生，当然没事吧？产妇现在还在昏迷中，不过放心，母女平安。哦，谢谢。生女儿好，女儿长得像爸爸。幸好你当爸爸了，我当奶奶了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这是大喜事儿啊，这哭什么劲儿啊？
你醒了，快看看，你当妈妈了，我们俩有闺女了，快看看像你还是像我。我电话呢？电话？把我电话给我。快给他，快给他。什么事那么重要？别吓着孩子。我怀疑就是这个电话，今天才差点出事呢。景浩，嗯，爸妈也守了很久了吧？要不让他们回去先休息吧。妈，爸，你们也累了，不如让小琪好好休息一下，我们先回家。那你一个人行吗？现在怎么样？肖阿姨，她过世了。领导，醒着呢。哎，小家伙还在睡觉啊？够渴了吧？我帮你削个梨啊。景浩，我不想吃梨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帮你剥个香蕉。不用了，我都不想吃。啊？都不想吃啊？那可不行。那你想吃什么？你来点。我想喝汤。啊，喝汤啊，好。那我现在叫外卖。不要了，景浩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公司楼下有个生鸡汤？我想喝那家的汤，要不你开车给我去买吧。哦，那可能要等很久啊。没关系，我就是想喝嘛。好，没问题。你现在是个小朋友，你最大。那你有什么事的话，记得按服务铃叫护士，要不就给我打电话啊。见我妈吧，我带你去见她。那我们现在就走，一会儿景浩就回来了。
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，妈，你睡着了是不是？你跟我说说话，你起来，你起来跟我说话。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辈子在一起，相依为命的吗？你说话呀！你要看我长大，看我结婚，看我生孩子，那你怎么能骗我？小琪，妈，我妈是不是睡着了？她一定只是睡着了，妈。妈，你醒醒！小琪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小琪，你冷静点儿。我不要。杜月，你把医生叫过来，他们一定有办法救她的。你告诉他们我有钱，我一定要把我妈治好，给她所有的钱，把我的钱全部给她，全部给她。你冷静点儿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现在的身体要紧，我为了自己也得为了这个孩子。醒醒的，我求求你，我错了，都怪我，都是我，我太混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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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混了！这样，这不是我怎么能这个样子？杜月，我妈临终之前有没有说什么呀？肖阿姨临终前。让我嘱咐你几句话。他说，他特别后悔当初让你做掉这个孩子。他说，让你放下仇恨，不要让你和你爸爸和赵怀英。他希望你们娘俩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他还说，他会在天上保佑你们娘俩。小琪，妈，妈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女儿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听你的话，我会好好的，好好的把女儿带大。像你一样做个好母亲，你听到了吗？妈，哈哈哈哈。